好的，接下来即将走上红毯的就是全能歌手蔡徐坤，有请。我已经在现场听到了一阵骚动之声哈，我们有请蔡徐坤在镜头前的签名板上签名。2019年，蔡徐坤在音乐当中不断尝试新的风格，突破自我，原创 EP《Young》一经发行就荣登各大音乐平台的榜首，斩获了荣誉无数。有请蔡徐坤。真的，拍照区一片骚动。是的。坤坤非常有意思，每一次走上红毯有问题问他的时候，他都会在线提醒粉丝们多穿秋裤。不知道今天帅气的男神自己有没有穿秋裤呢？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我们的实力派演员袁泉，有请袁泉。